佛说阿处活佛经卷下后汉肉之三藏支娄迦谶译阿处活波涅槃品第五。尔时贤者舍利弗心念言，佛已说阿处佛昔者行菩萨道时得号，复说佛刹之善快，亦复说诸弟子及诸菩萨所学成愿。佛当复说阿处佛摩诃波涅槃时有何感应？天中天。于是佛即知舍利弗心所念，便告舍利弗言：阿处佛摩诃波涅槃，是日一切三千大千世界诸郡国，变化作化人而说法，所可说者，如前所说法。十人民复行阿罗汉道，不复上下，便令住阿罗汉道。阿处佛波涅槃时，有菩萨摩诃萨名众相首，当受是众相首菩萨觉，号曰修环那环波头摩如来无所着等正觉。复四，舍利弗，其金色莲花佛之刹所有善快，亦当如阿处佛刹之善快所有安地。金色莲花佛所有众弟子，亦当如阿处佛。复四，舍利弗，阿处佛摩诃波涅槃时，当大动摇皆悉遍三千大千世界，生上闻阿见惑罗天，乃至复闻阿迦尼乍天，阿处佛波涅槃时，当有誓锐应。复次，舍利弗，阿处佛刹诸好药树木，皆趋向阿处佛波涅槃所作礼。阿处佛摩诃波涅槃时，诸天及人民持花香、杂香、导香供养散其身上，供养已，其诸天人民花香、杂香、导香及余宝，上至虚空四十里，成圆花盖。阿处佛摩诃波涅槃时，其三千大千世界诸天龙鬼神、犍陀罗、阿须伦、迦留罗、真陀罗、摩修乐皆相。阿处佛摩诃波涅槃时，世人民及诸天以佛威神所至，悉见阿处佛摩诃波涅槃时。复次，舍利弗，阿处佛摩诃波涅槃时，诸天及人民昼夜常愁忧言，阿处佛波涅槃大吉，为己亡人民娱乐，不复得乐所欲。一愁忧言，阿处佛波涅槃大吉，亡失人民安稳，一愁忧言，亡天下言。佛欲舍利弗，若有菩萨摩诃萨于世世界若他方世界中亡生阿处佛刹者，复当生者，其人皆为已受觉，从一方复至一方，共等辈游行，若干百千等辈共游行，菩萨摩诃萨当见若干百千如来，当见无数佛，当见无数萨云惹。若有菩萨摩诃萨于世世界若他方世界中亡生阿处佛刹者，复当生者，其人亦与众等俱游行，以佛威神所至萨云惹故，为阿惟越智。
菩萨摩诃萨闻是阿处佛得号法经，皆为离摩罗网。复次，舍利弗，阿处佛摩诃波涅槃时，至法行在者，诸菩萨摩诃萨生阿处佛刹者，亦当于等辈游行，求所阿处佛悉时愿，然后当生阿处佛刹。菩萨摩诃萨便当讽诵八百门，讽诵已，皆当讽诵诸法，便有上微妙阿处佛刹。诸菩萨摩诃萨得念行住八百门，我当生阿处佛刹，亦当讽诵八百门。讽诵已，皆当复讽诵诸法，见上妙句。如是地受之，菩萨摩诃萨阿处佛现在即波涅槃时，说法等无异，佛刹等如来所示现，从阿惟越至至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。复次，舍利弗，阿处佛身中自出火，还烧身已，变作金色，即碎若芥子，不复还复，气已便自然去。譬如，舍利弗，有数名底弥罗，若发断断，已不复见，自然生。如是，舍利弗，阿处佛摩诃波涅槃时，身破碎不复见，还自然生。复次，舍利弗，阿处佛摩诃波涅槃时，其身骨坐处见自然。譬如有山碎破，其山不复见，自然还其处。如是，舍利弗，阿处佛摩诃波涅槃时，其骨自破碎，其身骨不复见，还自然。使一切三千大千世界人民皆供养其身，以七宝作骨。其三千大千世界当以七宝骨及叶金色莲花而庄严。复次，舍利弗，阿处佛刹诸菩萨摩诃萨当作礼，有瑞应乃如是，自然珠宝于其处在前住，其有菩萨摩诃萨往生阿处佛刹者，复当生者，当见佛意无乱。命过时，一切诸天人当供养其身，诸天及人民愿发起誓供养其身。菩萨摩诃萨自以功德，稍于虚空即行，都不复知其处。譬如，舍利弗，持草着火中熏烟而出，其烟上于虚空中，亦于虚空中而行，亦于虚空中都灭，不知所至处。其佛刹诸菩萨摩诃萨法身如是。复次，舍利弗，阿处佛刹菩萨摩诃萨受命近临寿终时，见于菩萨摩诃萨他方世界坐佛树下时，是诸菩萨摩诃萨临寿终时瑞应，复见于菩萨入母腹中，时亦复见于菩萨摩诃萨从母右胁出生，时行七步，时见在才女中相娱乐，时见于菩萨摩诃萨出家学道，时见于菩萨坐佛树下
降伏摩德萨云惹会，实践他方世界诸佛天中天转法轮。十佛言：舍利弗，阿处佛刹菩萨临寿终时，以是彼有自然瑞应。复次，舍利弗，阿处佛摩诃波涅槃时，佛所说法当住至若干百千劫。贤者舍利弗问佛言：天中天以何等数佛所说法住至百千劫？佛告舍利弗言：二十小劫为一劫，是为数佛所说法住至百千劫。复次，舍利弗，其法灭尽时，一切三千大千世界当大照明，其地当大动，其法不是蔽魔及魔天之所灭，亦不是天中天弟子所灭。诸比丘烧乐既往还世，烧既供往还矣，具行不复大听闻法，不听闻矣，亦不大成用，复不得大精进。法师比丘于法教义既说法少，以是故法烧灭尽，烧烧不见。尔时，贤者舍利弗问佛言：云何天中天菩萨摩诃萨用何等德行故得生阿处佛刹？佛告舍利弗：是菩萨摩诃萨当学阿处佛悉求菩萨道时行，当发如是意愿，令我生阿处佛刹，菩萨摩诃萨用是行故得生彼佛刹。复次，舍利弗，菩萨行布施度无极，积累德本，持愿无上正真道，得在阿处佛边。菩萨摩诃萨用是行故得生彼佛刹，菩萨行戒度无极，持愿无上正真道，得在阿处佛边。菩萨摩诃萨用是行故得生彼佛刹，菩萨行忍辱度无极，持愿无上正真道，得在阿处佛边。菩萨摩诃萨用是行故得生彼佛刹，菩萨行精进度无极，持愿无上正真道，得在阿处佛边。菩萨摩诃萨用是行故得生阿处佛刹，菩萨行一心度无极，持愿无上正真道，得在阿处佛边。菩萨摩诃萨用是行故得生彼佛刹，菩萨行智慧度无极，持愿无上正真道，得在阿处佛边。菩萨摩诃萨用是行故得生彼佛刹。复次，舍利弗，阿处佛光明皆焰照三千大千世界，我当愿见是，以令我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，当复自焰照其佛刹。菩萨摩诃萨用是行故得生阿处佛刹，我当见阿处佛刹，无央数不可计，诸弟子见矣，我亦当作如是行，令我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时，时有无央数诸弟子。菩萨摩诃萨
用事行故得生阿处佛刹。阿处佛刹有若干百菩萨、若干千菩萨、若干百千菩萨，我当见是诸尊菩萨，寂寞观行我当学之，当于处处晓了知之，我当与同学等无差特，当与是异等类聚在一处，欲具大慈大悲用佛沙门义故，无辟之佛意，无有弟子之行，无有弟子意，无有缘意觉意，地住于空，无有恶道法，于诸佛名等、诸如来名等、萨云惹名等、于诸法名等、于众僧名等、常念诸名等，如诸菩萨摩诃萨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名得生阿处佛刹，何况何会诸度无极善本，持愿阿处佛刹，何会众善本矣，便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。何况何会诸度无极众善本，便得生阿处佛刹。菩萨摩诃萨用事行故，得生阿处佛刹。复次，舍利弗，菩萨摩诃萨欲生阿处佛刹者，当念东方不可计诸佛天中天善法平等因缘，诸佛天中天所可说法，念其无有等者，令我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，当复说法如是。如诸佛天中天念其众弟子因缘等，我何时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，亦当有无央数不可计诸弟子众。舍利弗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当念三世，当晓了念世三大事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念世三大事，何会得本？为一切众生作纪念持愿，作无上正真道，用一切众生故愿三世。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菩萨摩诃萨愿无上正真道，不可现一切众生。若有人来以器欲现取虚空，来以为言，善男子，持善本，与我共分布之。佛言：舍利弗，若是善本有色者，一切众生便可以器满现取虚空，不可净是善本以器取。如是，舍利弗，愿善本于无上正真道，是亦不可以弃取。如是谓为萨云惹善本。若有念三世善本，便转得三宝。若有菩萨摩诃萨念世三世善本愿，皆见善法。菩萨行三世善本愿，降伏众魔及官属，所向欲念生阿处佛刹，即得生其佛刹，南方、西方、北方、上方、下方亦如是，四维亦如是。若有菩萨摩诃萨念世三世善本积累，以持作劝助，劝助以持愿向阿处佛刹，其人即得生其佛刹。佛告舍利弗：
若干百佛刹，若干千佛刹，若干百千佛刹，如是佛刹之善快，诸佛刹之善快空耳。阿处佛刹亦如是，我当见其佛刹之善快，见是以我亦当取。如是彼佛刹之善快，当劝住若干百菩萨，若干千菩萨，若干百千菩萨为现故，令欢喜踊跃上集阿处世尊等菩萨摩诃萨，用世行故得生阿处佛刹。若有菩萨摩诃萨专发誓意向阿处佛，若使不行者，如是为妻，专发誓意便得生阿处佛刹。譬如有城中无事无有缘浴池及万物，亦无有相马，亦无有往来中者，云何舍利弗？其城宁有强王在，其中止否？是成德为最下，如是为快否？强王在大城，其城有善德万物，如是城为最上也。如是舍利弗，于是我三千大千世界佛刹力之善快，如我佛刹为下耳，是不为上好也。是闻我佛刹所有之善快。如是舍利弗，若菩萨欲净其佛刹之善快者，欲取者，当如是清净取之。如阿处佛悉行菩萨道时，所取清净佛刹之善快。复次，舍利弗，于是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，令人民在须陀洹道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道，复教令在辟支佛道。我所教授诸弟子及余弟子皆共和会，当令在阿处佛刹诸弟子众边，百倍、千倍、万倍、一百千倍、聚亿万倍不余等，但说解脱者无有益。我诸弟子及弥勒佛所有诸弟子及富余弟子皆复共和会，当令在阿处佛刹诸弟子众边，是一百倍、千倍、万倍、亿万倍不余等。所以者何？阿处佛一一说法时，人民得道者不可复计。佛言：舍利弗，至我诸弟子，复至弥勒佛诸弟子，于波陀劫中，诸佛天中天所有诸弟子及于得道弟子复共和会，当令在阿处佛刹诸弟子众边，百倍、千倍、万倍、亿万倍、聚亿万倍不余等，但说解脱者无一人。尔时，贤者舍利弗白佛言：如天中天所说，如我所知，当观其佛刹为阿罗汉刹，不为凡夫之刹也。所以者何？彼阿罗汉甚众多。佛言：如是，舍利弗，彼刹阿罗汉生死已尽者甚众多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星宿，不可计
亦不可知多少。阿处佛一一说法时，得阿罗汉者不可计。如是，舍利弗，一一聚会时，不可计无央数人得阿罗汉道。三千大千世界中星宿可知数，阿处佛刹是诸天人民以天眼见光明，用积累德本。阿处佛刹三千大千世界，是诸人民善男子善女人，昼夜往至阿处佛所。若有闻是德号法经，闻以及受持讽诵者，舍利弗，是善男子善女人，前世为皆以闻见阿处佛希求菩萨道时，所以者何？若有闻是德号法经即有信者，是阿处佛德号法经。十方等世界佛刹求菩萨道即求弟子道之人，悉受讽诵持说之。他方佛刹诸阿惟越智菩萨摩诃萨住集于菩萨，亦说阿处佛所结愿，即生阿处佛刹者，甫当生者，东方如是，南方、西方、北方、上方、下方等十方亦如是。一切诸佛刹求菩萨道人，皆受是德号法经讽诵持说之。阿惟越智菩萨摩诃萨住，复有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，及于菩萨亦如是说。阿处佛所结愿即生其佛刹者，甫当生者。如是，舍利弗，阿处佛阿比罗提世界住，焰照十方等诸求菩萨道之人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讽诵阿处佛德号法经，闻以及持讽诵愿生阿处佛刹者，临寿终时，阿处佛即念其人。所以者何？倘毕摩得其变即转所愿，如来故念之。其善男子善女人不复转，会当得所愿即无上正真道。若有他意因缘无能扰害者，如是火刀毒水是亦不行，若复有抓锤者是亦不像，亦不为人非人。其人如是等见护，便生阿处佛刹。佛言：譬如舍利弗，日宫殿远住，遥焰照天下人。如是阿处佛远住，焰照他方世界诸住菩萨摩诃萨。譬如得天眼比丘远住，遥见色之光。如是，舍利弗，阿处佛远住，遥见他方世界诸住菩萨摩诃萨，见其颜色形类。譬如神通比丘远住之他人亦所念。如是，舍利弗，阿处佛远住，遥知他方世界诸住菩萨摩诃萨意。譬如神通比丘远住，遥以天耳闻声。如是，舍利弗，阿处佛远住，遥闻他方世界诸菩萨摩诃萨语，
即生其刹者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。阿处佛知其名字及种姓，若有受世德号法经讽诵持者，舍利弗，世人唯见阿处佛，当知世人临寿终时，阿处佛即为其人。贤者舍利弗白佛言：南极天中天，诸佛世尊地主类诸菩萨摩诃萨，佛言：如是，舍利弗，诸佛天中天，地主类诸菩萨摩诃萨，所以者何？菩萨地受主类者，变为地受一切众生矣。譬如转轮王，若有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十、第二十不可计诸仓，中有稻米、大麦、小麦及种种谷，谷贵时便出令谷贱。如是，舍利弗，菩萨如来说尽，菩萨摩诃萨未成罪证觉时，譬如谷贵已成无上正真道罪证觉，便安稳说法如谷贱。是故诸佛天中天，地主类诸菩萨摩诃萨。佛言：舍利弗，若有菩萨摩诃萨闻是阿处佛得号法经，闻已及受讽诵持，虽不愿生阿处佛刹者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为彼阿惟越智。若有菩萨摩诃萨受是阿处佛得号法经，持以受讽诵，为若干百人，若干亿百千那数人解说之，当令若干亿那数百千人积累德本。世人如所积德本，其菩萨是德本不可计。是菩萨摩诃萨德本众多矣，便作无上正真道。佛言：舍利弗，若有菩萨摩诃萨欲集成无上正真道罪证觉者，当受世德号法经，当持讽诵，受持讽诵已，为若干百、若干千、若干百千人人解说之，便念如所说是，即得大智慧，其罪即毕。以得是大智慧，其罪毕矣，其人自以功德，便尽生死之道。佛告舍利弗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求弟子道者，闻是阿处佛得号法经，便当受持，当讽诵，受持讽诵矣，为若干百人、若干千人、若干百千人解之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受是法经，自以功德即自取阿罗汉证。佛言：舍利弗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专持说是德号法经，世人如是便舍等正觉，自以功德取阿罗汉证。佛欲舍利弗，是阿处佛得号法经，终不至痴人手中，当至瑕人手中。佛言：舍利弗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是得号法经至其手中者，唯见如来矣。譬如舍利弗，
种种珠宝其价甚重，从大海采来者，云何舍利弗？从大海采种种宝，当先至水手中。舍利弗言：天中天，当先至国王若太子左右手中。佛言：如是，舍利弗。是阿处德号法经，当至菩萨手中及阿惟越至。复次，舍利弗，菩萨摩诃萨闻是阿处德号法经，便受持讽诵。讽诵已，即当专程无上正真道最正觉。贤者舍利弗白佛言：是阿处佛得号法经，博得之人终不得闻受持讽诵。所以者何？天中天不能得阿惟越智故。佛告贤者舍利弗：审如是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持金银满是天下以布施，愿言：我持世始闻阿处佛得号法经，博得之人终不得闻是经，亦不得受持讽诵。菩萨摩诃萨闻阿处佛得号法经者，未成阿惟越智行，闻以受持讽诵，是故专得无上正真道恒。佛欲舍利弗：二生补处、三生补处等正觉，求弟子道人所不能及。若有闻阿处佛得号法经，受持讽诵，为若干百人、若干千人、若干百千人说之。譬如舍利弗，转轮王以福德自然生七宝，如是，舍利弗。阿处佛悉愿所至，我未说是得号法经。若有菩萨摩诃萨说是得号法经，若复有菩萨摩诃萨闻是经，辅当闻者亦福德所至。佛欲舍利弗：阿处佛得号法经，于是波陀劫中所有诸佛天中天皆当说是经。如是令无缺简安地，亦如我所说。若有菩萨摩诃萨欲即成无上正真道最正觉者，当受是阿处佛得号法经，当持讽诵说之，当令广普。若是得号法经在郡国现义，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讽诵，其菩萨摩诃萨有是经，为护郡国现义，其有受是得号法经，当持讽诵，复出家学道离罪。菩萨摩诃萨当令居家学道者知之。所以者何？善男子善女人，倘不能究竟是得号法经，佛欲舍利弗：若远郡国现义，有行世经菩萨摩诃萨往至彼，当受世经讽诵持说。善男子善女人虽不讽诵，但有世经卷当说供养之，若不得经卷者，便当写之。若使其人不与世经卷持归写者，菩萨便就其家写之。若使善男子善女人言：自握写，
当自卧写之，若言惊醒写，当惊醒写之，若言助写，当助写之，若言作写，当作写之。